主料：低筋面粉53克，鸡蛋1个，牛奶35毫升，玉米淀粉13克，白糖20克，黄油20克，泡打粉2克。辅料：盐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鸡蛋加入容器中，加入糖和盐，加入牛奶搅匀，将粉类一起过筛，加入粉类搅拌顺滑，加入融化的黄油，搅拌均匀，静置30到60分钟。机器刷一层油预热，倒入面糊，扣住盖子，大约8分钟即可，很容易分开，直接吃就很好吃，还可以配奶油、果酱的。烹饪技巧：面糊静置后更融合，口感更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